海最容易，修炼千年别送尽，行天雷鸣破风云，又会重仙俏风地。欢迎福地庆修齐，好门当路验神机，六年的春风慢拍醒，找得是化作星千里。恭喜姐姐大功告成，重要一人先拜拜你咯。哎呀，小青，你嘛真无简单，已经令你化为稀罕的人形咯。哎呀，这是化成人形而已，也不是神仙啊。大姐有什么好稀奇的事？感觉做人会比做仙更加好。做人当然有做人的趣味咯。咱既然有法度化为人形，就要好好来体会什么叫做人。当然是算什么，只不过给咱两只手两只脚而已。这人类是用脚来行，你咱呢是用胸腔来说。听人伫咧讲，若是迄个人类，因的身上都会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情。这什么是莫名其妙的情哦？小青啊。爱的你，不甘你的靠边上做泪滴，阮的两袂甲个一个起，笑甲欢喜泪淋淋，泪啊淋淋。目屎，笑也流目屎，到底是靠欢喜，还是笑悲哀？我人类实在歹理解，害我这只找着是变成是雾沙沙的戆大呆。来救起一点阴晴六千年，可再算最佳计。原来阴公已道心红尘的西欧地。哎呀，原来是安尼生啊！姐姐，受人点滴应当数回无，等今日去领数番道，将我下凡小照顾。不假无情是比天高。这种风尘为报应，哎哟为报应。对，秀清啊，那呢，咱就来是一个繁华的江南，走做阴公咯，顺手欣赏西湖之美。哎呀！
娘娘在做不为俗气，饮醉数万两高里，苦涩的爱将耗尽，梦见娘亲水呀，水呀，我是水呀！哎呦天啊！不了呀！安怎？你是怎样嘞？哈？粉丝在叫啦！你无意思哦。嗯。你有双眼手，双手好个啊！你看，我大包小包，我甲下裤脚袂分开啊，那也袂忝啊。哦，歹势，我差一点仔袂记住。我咱来遐休困一下。哇，有良心，来遐坐一下，吃吃吃。哎，等下袂了的呀。哎，安怎呢？你包好内面金纸，搁剩偌济呢？搁一包啊。摕去湖边遐家烧烧的。哦。啊，你嘛咧三八，遐毋是蒙阿婆，无待死人啊，怎么湖边烧？到时环保局来都开红单。嘿，袂了的。嗯。咱的祖先是有咱这做子孙的家己祭拜。但一寡孤魂野鬼去世乡，因就真可怜。虽然村的银纸若烧乎因，嘛替咱的祖先积一寡阴德啊！哎呦，你的心肝真好哦！我来遐烧烧的，吼、我烧烧的。我来遐烧烧。哇！哎呀，你是安怎？妖妖，吃遐济啊，搁咧画妖？不是啦，有妖怪啦！有妖怪！哎呦，紧走啊！干么呀？肚子大，肚子大，肚子大，肚子大！地下，不是地下，不，地下啦！江水风摆，滴嘞一滴，换来生灾。喂，行。
得不应。鸟落的这晚，鸟落的这晚，无非这就是初恋的爱情。如果再来个蒙蒙细雨，就更加的浪漫。哎，无聊，待看一发。阿舅，姐姐，大雷公，你敢知啊？落雨啊呢？啊，那那这个时阵在咧落雨。哈哈哈！我家姐我准备，啊，若无变作落汤鸡。哎呦，我姐姐对了就好啦，安尼要安怎？我看。咱就爱紧行，对，来紧行，来紧行，啊，受照顾，连阮姐妹啊，甲陈哥哥，举手之劳，无虾米，无虾米呀？啊，无咯，咱的公路是大露天啊。安怎讲？即摆落雨，嘿，那要雨伞，啊雨，啊雨伊就。嗯，到位啊。啊，公主，真好介绍，老干娘怀小青，也这位就是阮姐姐，老干别素贞。请问公主，先乡何处？尊姓何名啊？在下名唤柯仙，住伫西湖畔东沟里草桥门外，在此游历。啊，高话啊！哎，小姐，世人叫做苦未了，自细爸母死了了，头壳灵通多变巧，一通电话吃未消，外婆老家控你哦，零二零四苦。教我读诶，体力准啊！眼见柯公主实在一表人才，又是相貌堂堂，想必家中早有娇妻咯。恕我可心，自细父母早逝，已有抱养生，岂敢有如花似玉的姑娘随身？就是有心仪的佳人，恕我一心独撇，嘛唔敢。怎样啊？痴心妄想，是。哎呀，小姐，你都唔去压着雨啊！哦，
啦，看人培养一个啊，讲真个啊。哎呦，两分钟的路程，两点外钟啊，到说了就天光啊。姐姐，姐姐，哦，什么代志？人讲已经困惑呢。我知影了，柯公主，他要落船咯。哎，顺行。落船。哦。柯公主，哈，我要先离开咯。哦，姑娘，慢行。嘿，阮家嘛真正要走啊咧。哦，哎呦，那去遇到一个戆大对。吼、哦。喂，查某囡仔走去啊啦。哎，别姑娘，我也去。阮公主要堵死哦。柯公主。伊有话要甲你讲，起来。公主，有啥物话要讲是？我，会了，啊我即马要讲啥？戆啦，甲问自己啦。啊，姑娘，请问家住哪里？哦，阮家妹住伫双堤巷尾天王府。哦，公主，哈。也阁有甚物话吗？欸，我阁来要安怎啦？甲讨啦！好，我要甲你讨。啊？要讨甚物啊？讨后山。啊？电话唔讨咧，讨后山有影。那就多谢你的后山咯。袂了，安怎？伊后山哪会无用我啦？啊？伊后山无用你哦、喔？了，啊，这好代志，你好代志。我，你甲你暗示，你甲我暗示啥？暗示要讨，就紧到讨后山，感情扯地山，凡事啊，年头讲亲戚，年尾煞生囝。敢有影？哎呦，你这个死叉头！那阮家才是千金小姐，太极贵重呢。等后山唔行哩，这个意思你还阁唔知哦？你哦，比你奴才阁卡。哦，那我要安怎讲啦？甲呛白，呛白，要安怎呛白？你袂晓呛白哦，我袂晓，足含慢的咧。来，我替你讲。哦，哎呀，小姐，阮公主是死叉头，看久你也挡袂牢，在世人个啥物拢袂晓。如果你爱她，干脆向她说个明了。是，公主。公主，公主在叫啥？叫你也不敢叫我咧。拜托了。敢我小声？哦。哇，公主，小奴希望你会当来去我迄个府中做客。嗯，没了的。安怎？哎，来叫我去因家做客啦。做客就是去公亲啦。哦。嘿。啊，不过我双手空空。哪里来骗你啊？骗你，骗你，谁讲无骗你啊？骗你就是去后山。无唔对，后山就是咱两个人定情之物。素贞希望会当去共公主，咱白条偕老。安尼我就会当娶亲啦。啊，娶亲介好啊！紧当啊，就准备啊，放花轿啊。我袂啦。啊，歹你跟我行就对我啦。紧来放花轿啦！放花轿，阮放花轿啊！一年雪哦，情定醉，峰回路转，思相随。恭喜姐姐结成对。风霹雳雷，姐姐你看，
上香，刚好参上一位心怀十八粒舍利子的憨摩尔尊者，为咱家门费滚地来行。哼，有啥物好惊怕？也毋是文殊普贤下凡，咱何用惊在呢？哦，妖人，下回的规矩，我派三火。关姑娘也以为是什么人？原来是西方派来压干净。妖魔可笑，天朝动乱，快上帝，小青。可是法海尊者，我看你千里迢迢，乘风破浪而来，应当不是要听口舌之快吼？果然，青松不露，腰中无盔，面对降妖伏魔尊者才行。依然单挑春风，不错，法海亲自下凡是为你别受惊而来呀。哦，是为着我。本以为你师道下凡，如果弃恶从善，本就可以轻轻烦恼。但是呢，我太高估你笔下了，妖怪本性依旧邪恶难改。住口！口口声声恶名于我，下凡报恩，宿命岂有偏差？我怪精神，乃是不做家世顶端的一条白丝带。对着凡尘并凌邪，你偏偏将我归为妖魔，难道一类就不能天心修道？妖就是妖，卖妄修攀附占道，卖佯装可怜无辜，是你践踏我佛慈悲，自甘堕落，被人切受，用是邪魔。你邪魔一类命运。只有天灵决定，也只有安法海天律盖佛教灵决定。呀呀呸！阮青蛇白蛇的命运，凭什么由天来决定？又凭什么由你这个野和尚决定？对啦，阮这么爱是妖，但妖又是怎样？阮有情有义，看下你这个中世纪人西方的古蒙古。何方妖孽报上名来？我名青姑娘。妖孽，你的躯体邪魔灵魂，黑气口舌，阴魂夺魂，三灵最少的西方，用不了邪魔救魂。住了。多管闲事，苗奴谈情苗分，青儿啊，你就给伊小小的教训。青兰攀旋，鸟儿天威，鸟麦破空，一步下雷，两蛇幻化，三千一气。
空，环海金陀龙，毒蛇弄金光，威面苏明王。妖眉念佛印，璎珞飘雷音，积德莲花母，造现玉观音。天降火海。两位免礼，下不做菩萨。不做，法海无灵，不灵精了，那是被蛇妖精，轻回梵天，请不做降罪啊！法海尊者，因何处处为难被受尽？请下莫动，苏德好湾往到西湖，应当擒了。素贞，你又因何往那西湖里去？不做啊！千年恩，千年情，我到西湖是要去找阴公啊！你无资格去！我要来报恩！无资格去！我偏要报恩！你无资格去！我偏要报恩！两位，也本着说去一段千年往事吧。千里一河沙洲，别花江林花波。有心仙人，官职救我。天津海图，点面无功。江水泛滥，百姓无家可归，民众立冤见堂，替民消灾积善，这化缘在中中啊！万这个杨洞空啊，让人心浮气躁。哎呦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疼死我！到底什么物件？哎，是一尾小白蛇，禽兽啊！回想我因找无你了，就咧头痛心乱。你搁教我，明明气我，你明明气我。老师傅啊，
可玩味咯！哇，我找你找真久咯，找病症有何事情啊？哎呀，我逐日看你当大家小人，发现迄个精神使我非常感动啊！我决定管你白银五百两。真的啊？当然嘛，真的啊！本地乡啊，你看天灾人祸，百姓叫苦连天，难得你心肝真好，要去做佛塔，为百姓消灾祈福，这好代志。我哪会无参加一下？哪呢？哪呢？就多谢苦王位咯。还是讲老师啊？哈？这间佛塔哪起成功了？你要甲取何名称啊？这个所在是西湖南岸石礁山雷峰之上，倒不如安尼，将此塔号名为做雷峰塔。哇！可怜的小白蛇，是啥物人将你拍？唔好震动，唔好惊，我会甲你疼命命，甲你详细那是好，我才帮你分煞命。白蛇家人，精灵本领完结，第一章是报，何不亏欠？但精灵第二章再起，起心动念诸恶，业积随心。不错，方才命老和尚意思，伊正是法海尊者精神。哦，我的精神，他有可能，这他有可能呢？若不是法海，哪来一江素金，有了千年因果，宿命救你呢？宿命救你，白素金，你害我何苦？你害我何苦？且慢，尊者，你听。好家回家来了，素贞，就回家去吧，欢喜地报恩去吧。我多谢佛祖相助，尊者，跟随佛祖。为那西方，告辞！我还暂时不回西方，我要逗留在了人间，等候白素贞。十二等，百二等，但以这段姻缘了却，才一同再回到西方。素贞，你呢？这罪不犯何罪？只要尊者，莫再来侵犯我，我就要接我成机。啊！天意，该是天意呀！尊者，如今何往何去？精舍受苦之地，告主下礼之处，定江金山寺。素贞身如白莲，莲不离水，法海空如铁心，心不两。千万不可两点水，水淹金山。若无天地，诸寒日风不知真的结束，切记，切记呀！Thank you.
屁股翘大波把，看得我心里痒痒的。喂，人家小狗啊，七早八早在门口哭狗嘞啊，哈！我才来半步吵死人啊，创什么话啊？急诊挂号，阮有病。吃到大口大杯红鸡翅，你有病啊？你有什么病啊？哈？我头痛，我咳掉，我心痛，我规身躯拢痛。不管你什么病啦，时间你搁早，柯大夫无看诊。哎呦，我无爱柯大夫，我只要小清看。下回来看病，小清就是我的大夫。哎呀！一天啊，母一对山东，忙起在演一段龙，刘平啊，很秀贫强松。人心这世不安动，清官啊，二喜，恁敢是要来看病嘞？哈，我好生是不安动东家大掌柜看病进来呀。哎呦，阮的病吼，你无法度医啦，紧叫小清官你出来甲阮看病。您爱洗笑了，小青也不是大夫啊，免来样看病啊。啊，小孩你唔知啊，伊咧啥病你敢知？什么病？就是病，猪哥病啦。原来是一群顶大浪子啊。喂，小狗啊，出去！袂用个伫咧遮哦，我甲你讲啊，阮偏偏要伫遮吹冷气。大夫啊，大夫啊，阿伯，你有倒位无爽快哩哈？不是啊，我心啊在咧扫，那无看诶，电扭扭嘛。哦吼，因为嘛，阿伯，我牛囝身体拄啊淡薄啊不俗，所以咧，我予伊加休息，下昼伊才有来看诊嘛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嗯哼。啊，阮阿孙咧，伊是扫下边，啊无。我下晡才过来。老兄，病娘娘要来看诊嘛，也讲下晡才有啊。无咱较下晡啊才过来啦。哈，若无病娘娘开的药，病啊有效。最近花容暗淡，精神憔悴，是不是遐病人伤济，害你伤忝啊？无啊，要若无，现在闷闷不乐，感觉你有啥物心事心？我，小青，怎样啊？你敢会记得？我以前相公在杭州定亲，为着伊的事业，来到苏州定居呀。但是苏州在那定江金山寺不足百里，我时常感觉有一股的杀气对咱家门压迫而来呀。姐姐，莫非你是真啊发害？无唔对，
一定是伊。啊，不过当初佛祖不是已经将你相方讲好了？阴经已经佛祖回转西方，我就知影，伊对此层代志唔肯善罢甘休。哼，唔肯善罢甘休又是如何？顶一摆伫个西湖斗法，已经吃酒苦汤，这一摆就算讲伊阁安怎厉害，嘛斗袂过咱鸟外练手。但你有所不知，现在我的法力大不如前咯。这边哪有可能呢？因为怎样啊？我心怀六甲。哈！你有心啊？哎呀！啊，是咧画啥？奈画到这呾大声嘞？哈！啊，都算不知影倒。啊，你哪唔讲啊？师傅啊，你看，阮姐姐最近的气色安怎哈？面色红润，气色袂歹呀。啊，不过最近天天抱心，无啥胃口，过来，要吐啊，要吐呢。我知影，一定是药铺生理受好，外车主操劳过度。嘿，感觉你拢无发觉，阮姐姐的身躯跟较早拢无啥共款。无啊，无啥物无共款啊。拜托的师傅啊，我实在足尊重你的呢，姐姐啊，你若去结着一个戆大呆。真正呆，你看袂着呆，对阮姐姐无半点关怀呀。听无笑无真情爱，气恨冷暖我照顾来。气恨冷暖也无够，也无够。欠啥物件伫恁兜？阮家哪有欠啥？恁家现在是小路道，大灾来临下恁兜。大汉的笑，哥的好，也会陪咱家老老老。你是在讲啥呢？啊，算不知你要做老爸啊！哈、啊，我来。好娘子啊，好娘子啊，气气用用，我袂做爹。我这个爱甲伊惜命命，牛也无团，马孤单。上金以后，刘姐，你嘛都负责，甲我吃好饱饱，穿好烧烧，为我生一个肥肥白白后生。人讲男子外，女子内。上金以后，不安等一切代志，佮交在你的翁婿柯先我一人身上。主娘啊，主娘啊，哇、哦！外口真济患者，志明要叫你看病呢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药药材拢无啊呢，啊，需要补药材啊，你怕什么安怎？啊，你着，哎，少爷，你是感冒，还是痰结着哪样啊？开始咳咳嗽。未了的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咱保安堂大小的代志，拢交予少爷专权处理。对
对对对对，未了呀！你马上给我徛牌，昭告着咱苏州全部的百姓，从今以后，保安堂由我科生坐中堂开药问诊。啊！什么呀？保安堂药铺都要搞阮少爷哦！哎呦，这哪会使这啊？是安那哪会袂使这？哎，公主啊，嗯，我捌你捌到有春啦，你有二鬼堂，我问唔到啦，哈。啊，若普通是这个感冒疗效，你无问题啦。对哦。啊，若有着大手术嘞，譬如说，雷射、开刀、拉皮、除皱，你行吗？嗯，我。皮花药材讨价还价，你行吗？嗯，我。招商竞标、勾心斗角，你行吗？我怎么不行？听你讲这一句国语，就知道你跟我一样不行。你。我讲你听，我讲你听。咱两个共穿一件裤大呢嘞，会双白宽白大，差别嘞。你嘞，公主，我老宅；你小生，我三花。除了这以外，白宽白大，啊，若要论头脑、论演技，你比我能干吗？你是比我行吗？你要诶，我都甲你讲过，教恁少爷绝对无问题。你看，连恁左右都讲教我无问题。唔知你这奴才甲人在紧张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可惜，可是一家之主。哎呦，这啊！哎呦，你放心啦，那阮舅母讲的用，就一定会用的。他真的行吗？行。不行啊！行。不行啊！我说行就一定行。这不行啊！走吧。嗨，相公啊，啊你哪在叹气嘞？我这是欢喜之叹啊，哈，安怎讲啊？刘家啊，来进行医术，人人讲保安部的前途是最长顺畅。我是内内心。我袂当屈服，干那在苏州这个小地方，我应该在杭州、越州开分店。杭州、越州要开分店哦。嗯，也够上州、下州，我嘛要改开一间。嗯，好啊，上州、下州，咱嘛各开一间。也够有一个地方，更是前途美梦。啊，什么所在呢？相公，千万袂用去定岗。哎、欸，娘子，你出言有差。定岗是一个繁华大港口城市呀，以为夫，就算你计划发展机会无穷啊，你会相信我的眼光？别对无开无要紧，那定岗是非开不可。定岗非开不可，害了害了，定岗是黑暗漩涡，会毁掉我的幸福啊！那就是有段技术昼夜兼雕啊！娘子，你是在讲啥呢啊？哎呀，来啦！为父周详的计划，也够咱丰都的资源，加上你救人的活命仙丹，不安堂金玉招牌，相信绝对的一帆风顺啊！不用，相公，我希望你莫去啦。你是怎样一直阻挡我去定岗呢？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啊。你想看卖，自咱翁某成亲以来，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拢顺从你的意思哦。唯有处战事情，我非常坚持，我就不准你去定岗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变妞妞，别观音嘛！你是惊我苦心胜过你，修空修胖大反对，嫉妒我用尽心机，是要我这红腮头壳夹袂起。阿弥陀佛，上天阿弥陀佛啊！
我出来看卖。来嘞，我是一家之主，免你加步了。你家问看要创啥？你是一家之主啊，一切由你做主啊。叫你去问就去问，你啰嗦啥？喂，花想要创啥？人生来做定工，你来保安同化缘。哦，原来是化缘呐、啊！来，化缘交给我，说好，在下可先自我介绍。就是保安堂的一家之主，所以化缘找我。一家之主，人生化缘，不找柯施主，要找白素贞、白娘娘。嘿，啊，今仔日大家是拢吃唔着药啊，是唔是嘞？哈，挂号门诊找白娘娘，保安堂大细找白娘娘，连花销化缘也找白娘娘。你明明欺我太深，心目中敢告我这个一家之主？哼，姐姐，花香是为定岗而来，因表面。朱眉醒眼，要来化缘，实际上是要来找咱的麻烦。姐姐，你看，遐花香，被酒挂住了后，竟然伫咧街道、面体、触角、手卡，又起啊又坐，既不庄严，也毫无端庄，那像是佛门祖地。这才是真正的佛门高手。小青，你注意看。因随心所欲，好笑、歪笑。因会用表面冷静，私底下叫暗中符文，生灭涅槃，飞天绝地之势，因根本就是伫咧布阵。布阵，伊是咧布什么阵？下里风魔阵。对鬼无害，新鲜血也无害，偏偏是咱妖魔的克星。凡是妖魔，我传出阵，必死无疑啊！因为甚么要来做？敢讲又阁是迄个法海伫咧兴风作浪？哼，若毋是伊，还阁有甚么人呢？你看，今天五月端阳，社堂爱进出咯，会恐怕咱。变出原形，扰乱苏州，所以布下此阵，就是要将咱两个人封印禁锢，做了保安洞内。封印禁锢，哼，我才无咧信伊这套咧。小青蛙偏偏啊要行出这个大门，看那法海有奈我何？哎、欸，小青，小青不可，小青。公主是小王朝的父王，乃是天子与帝王，奉旨镇守苏州一带。小王拜在第三，名称赵三殿下。哦吼，原来是三殿下，
聪明可善有嘞，乃是保安堂的一家之主。是什么呀？哦，保安堂的子弟大夫，请问三殿下有何贵事？该免问啊啦，一定要找阮主娘白娘娘，对不对？本殿下非是要找白娘娘，你是要找保安堂的掌柜柯仙柯大老板。好不了的，你这狗目看人家，你有看到无？找白娘娘的，拢是一挂三教九流唔捌记的啦。好，找我柯仙，都像三殿下五王千岁，伊啊佫悬一级，都五王万岁万万岁。受不了你啊！相公，你是咧欢喜什么呢？此位必定是名满苏州、年年清爽的白娘娘，赵家有礼了。不敢不敢，接身回礼，请你呀、啊！紧啊，向前见礼呀！哦，小青拜见宋殿下，姑娘不用多礼呀。殿下，要你金卡玉簿来给我保安堂，到底有什么事是？保安堂先罗坐坐，医得好，百姓清道。父王以为要将中港烟花三府十九县的药材配发，委托给保安堂的柯大老板来掌管。三殿下，你的意思是希望柯大老板接下重责？前往定江府林为做保仪官，哈哈哈哈哈！王爷真是慧眼识英雄啊！拄只啊，也搁一个无守妇德的女人，主动伊红婿去到定江发展。娘子，你看我即马去定江树林，算不算是好事一件呀？好事，好事啊！哈哈哈！好事嘛是同款没有啊！哈哈哈！好事也爱成双，保安堂对小我并无生分。每一天经过保安堂的门口，是为着要看小青姑娘一面，哦、因为小王爱伊呀、啊。你敢爱我？你敢爱伊？为什么我袂用爱伊呢？殿下，歹势吼。小青是阮保安堂的人呀，食保安堂的米呀、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若要嫁，应当嫁保安堂内面的人啊，你讲对不对？又唔过，保安堂除了靠大老板以外，会用来教小青姑娘侍陪，又有甚物人呢？哎呦，你来讲这话啊，啥无人啊？少爷、啊，你大声啊讲，咱保安堂还佫有甚物人？莫看，为影无人。你搞清楚啦，保安堂内面还佫有甚物人？啊，就真正无人。啊，我都唔是人。姐姐，你看，叶和尚真是目中无人呐。下里红毛丁，敌人不足百步，愈来愈近了。看来，这定江和尚，因是要逼咱家门，逼咱出门串店，串店就串店，什么人惊什么人。但是此店对咱妖魔来讲是一个陷阱，千万不能入店。公公，咱要目睭紧紧，看野不用为，欺人太甚。小姐，现在咱只有忍耐了啊，就算咱家门联手。要破下此阵，那是无可能。除非，除非有贵人相助。贵人莫千多里啊！三殿下，你乃皇族后裔，高士显赫。贵不可言呐、啊！岂敢岂敢，祖先创业
这样荣华富贵，但小青如江海浮萍，岂敢碰贵？你牡丹，我绿袖，花开富贵。今仔日讲起来，殿下，你就是小青的贵人咯、哦。什么贵人啊？我看根本就贱人咯。贵人啊，小青想要出门，是不是当陪伴小青，数酒好伴，敬上吊酒？小青，你来创啥？陪伴桂林出门，看那夏日古墓丁，起来过河。哎，小青回来，小青。相公，行，咱来去看良船。嗯，端午佳节，雄风就会生理长好，哪有时间安排看人飞良船呢？不过，咱来去找小青啊。良船啊，三殿下是过顶时，顶时在谈恋爱，我咧斗什么斗咧？不用去。相公，现在你是无教我，今仔日出门的贵人呢？拜托伊咯。贵人啊，我哪有资格？做你朋友娘的桂林啊，相公，相公，回来，回来，紧嘞，你做我的桂林好无？我真粗俗，一点仔都无贵。哎呦，咱来去找小青啦。哈，找小青哦。小青，我真贵，我真贵哦。行来去，来去。向殿内主人无报料，可是逍遥，你可灭了？是。不可向他可灭了。不求主人，求逍遥便受尽。好。拿手把关，分开可灭了。
一分送金。是。来往去，该求啦，罪恶滔天，白蛇，白蛇，暂时你躲过一劫，但是卖得意洋洋，因为你做妖王的收尾到，并且在了情理之间，布下苦心这层暗器，但待断我家姐，和你饮了香红酒。来呀、啊！叫你进来。烈义中人，到底是何人的啊？父王，就是伊小千高龄啊。帅呀、啊，有够水准的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进来叫公婆啊。哈、啊，公婆。王爷，王妃。三殿下，伊共小青是初次见面啊，搁再讲也无稳定，如此的称呼，恐怕对两位有所冒犯。对啦，白姑娘讲得有理，王爷，你安尼，我理解小青姑娘惊着。哦，哈哈哈！真来真来真来，阿不龙就听你讲，阮要遇中人，一时欢喜过度，阿讲话说是袂得。歹势吼，歹势啦！哎，胡老板，菜，不如凭啥你？我搞定个是您，为报伊我的事。王爷，做你放心，定岗我真熟，加上又够一个很熟的娘子，一切绝对无问题。哦，阿丽好，阿丽好，这个重任就交代乎你啊。遵命。今日不龙。你来又加来去，何老板，你又是定江之地，好事成双，出事出奇，那是应该饮酒庆祝啊！无问题，无问题，今日正好端午佳节，要饮就饮香红酒。未了的，香香红酒啦，呀！Thank you.
请您，各位请您。这里红毛又来了向红子，难道五味端阳真正是咱下路的诅咒吗？小姐，咱这嘛是变怎？牛囝啊，难得王爷心花开，饮酒一只为小庆之喜，你这为庆祝我上林出头天。对，来。小青姑娘，本王就敬你一杯。小青姑娘，小王也敬你一杯。小青，小青敢饮吗？对，小青吼，伊袂用饮酒啦。伊若袂用去饮，你替伊饮。哈？我嘛袂用去饮。你哪会袂用去饮？是啊，哪袂用去饮？我今天去龙玉归家，我怎么苦中心呢？哈！难得王爷王妃来到，叫恁敬一杯酒，台顶讲笑珠啊，闪来闪去，你敢够把我这红腮藏在你的眼内呀？相公，我都讲过，我有我的苦衷啊，卖生气啦，我甲你悔不迟，卖生气啦，吼！叫我卖生气，好啊。即马就敢若出咱翁仔某两个人尔，你就甲我饮下一杯应节的香风酒。酒，这杯香风酒，啥无客气。寒无影，飘悠悠，飘悠悠。三江浦合酒中红。来呀、啊，牛囝，哎，饮吗？相公，卖啦，饮嘛，我袂用去饮啦，我真正袂用去饮啦。我呐。鸳鸯来听西东。有囝，相公啊，既然你有此雅兴，那祖宗就陪你饮一杯哦。
来来来来，人讲有这道了，这杯你搁家饮落，哎，袂用的啦。哎，就在心中，是我够太急，反应太激动，是我心内有鬼行为歹想。刘姐，来呀、啊！人讲无啥不成礼啊，为夫再敬你一杯啊！哈，不用的，我袂搁再饮咯，饮啦，我袂搁再饮咯，饮啦，你去胖走。为什么我刘家反应来这么激动？其实来这么奇怪呀、啊？无心施主，你的刘家素贞是一位别抓妖。量不齐，端午佳节，连饮下香浓酒，即刻献出原形。袂用，相公，这第三杯酒，我一定爱你，因为我是为着你，为着我，为着要得到你的信任，为着希望，咱红母连得白条解脑，这第三杯酒，我一定爱甲伊饮喝。下地了。哎，刘家，你是安怎？刘家，你是安怎？小哥，你卖我了？哎，哦，刘家，刘家，你是安怎嘞？我真艰苦。哈，小哥，你紧走，刘姐，刘姐，哎呀，哎呀，哪呢啦？一定是饮酒受伤，冻着胎气。这，我今来去摕解酒汤，我今来去摕解酒汤啊！
下流公转，丢人归啊，丢人归官转，
救芙蓉，救芙蓉。吉有功，千年的灵芝在何方？在何方？啊，灵芝啊，灵芝啊！无你是对啊，唔对啊，啊！主娘这么大巴肚哦，你无照顾，要搁离开啊？我现在当离开，如何如何？呀，你讲的什么话啊？你真无良心哦！误会这个三，你死死混混去呢？主娘拼生拼死，出药草等来救你哦。这两三个月来，你不但无讲几句好听话啊，即摆要搁离开啊？啊！你良心倒一搭，叫狗狗去啊！你敢知影？林祖娘已死。是啊。阿弥陀佛。
又跟你这样回想呢？可生施主，为何无敢看白素贞？因为素，像你讲的无错，伊是一只千年的白蛇精。那咧证明冰晶就无骗你呀。嗯。但是呢，我惊你多一时难逃一世呀。这是安怎讲？你暂时将伊赶离开，但是呢，你敢敢保证伊袂阁回来？妖性来爆发，你同款的无有性命哦。啊，那呢，叔，我应该要如何是好啊？放心，伊并且回到金山寺，布下天罗地网，妖怪乖乖禀报，那无者，天罗地网，禽畜两妖。好。我就对你等来金山寺。等下，我不准你去。谁来不准我去？师父伊会救我，保我，保护你啊！伊是咧利用你，你真唔知呀、啊？利用你，猪牛甲小精出来，然后害死个性命。是又如何？谁叫伊两个是妖怪？对，伊两个是妖怪。妖怪又是安怎？敢有害你呀、啊？反倒等你条性命。是主流拼生拼死，无性命非要救回来，你敢唔承认是唔是啊？无唔对，阮主流是妖怪，但是并无害人啊，帮助善良人，免去替人医病。请问啊，咱这人啊，倒一个比这妖怪较善良啊？咱这人啊，比倒一人比这妖怪啊较有情有义啊？公主啊！望你的心肝想看卖，主娘巴肚内有你的囡仔呢，你就是无等人夫妻之情，你无等待人，伊巴肚内有你的亲骨肉。对，素贞留下真情对我，巴肚内又搁有我的囡仔，叔，我无爱跟你去定江金山寺啊。可施主，卖这面不好，伊是妖怪。道中所怀也是妖胎，哈！我已经受痛啊！就算是妖胎，也是我的骨肉；就算是妖怪，也是我的娘家。我卖跟你等于金山寺。你不回到金山寺，难道能这妖怪？无生啊！你回去不可！我不来了。半分笑脸。没了哎！阿飞，灭了！灭了！猪娘啊，阮公主今日去金山寺咯。来去！啊，灭了呀！
害，赶紧将我姐夫放出来。师父，请你大发慈悲，先方便之门，放出我的红尘，让阮一家团圆。罪未够，也敢讲？阮姐姐轻声细细，声声哀求你，你竟然急点点，假地亲，见过你，赶紧将阮姐夫放出去，你若无收清我，就扫灭了这间金山寺。放松，别扫兴。当年你欠下魔童，输得下凡，伊犯了滔天大罪，只要你自废武功，回到西方继续修行，贫贱可以，既往不咎。哎呀，师父啊，师父，你老早就知影。我师徒下凡而来，是为着要报恩。何况刚才讲，我来到凡间，夜不做派，日不杀生，我只想要过人的生活而已。但都我安尼做，我也有罪么？过人的生活，哼！你是一尾白蛇妖，邪魔异类，凭什么讲要过人的生活？对，世间自知心比明。下凡报恩了尽事，如今我的孩儿未出世，我是不忍看囝变孤儿。师父啊，那就算我求你。对呀、啊，孩儿呀、啊，哈哈哈哈哈！白素贞，你个动作，你真正坏孩儿呀、啊！你无所想看卖，你是天哪滚！妖诛秀，妖魔下起圣言，所以你倒来收怀，为妖之魔，为魔之怪，无可能是人，无可能，对，无可能，怪囝，绝对是平凡的小孩儿，妖就是妖。哪有可能生出人类？是妖，是人，是妖，是人，是一位可怕的小蛇精。你这个妖胆精，滚！请你，请杀你！哈！天出龙妖，威动西方地，追！哈！你害得我一家不能团圆，你真是欺人太甚！对，天下公要听着。Thank you.
天兵天将，速告金三将。哦，
你，千万唔通这个时阵来出事哦、啊。小静，哈，你替我看卖。
人也是妖，你甲你看，啊，你一定是妖怪咯。我无给不好你走，多谢你，姐姐。哎，哎呦！哎，姐姐，小心死你呀！我知影。哎，啊，姐姐，叫好你。
呀，要带你来去瑞芳茶拜。哦，我知影，是要拜迄个白娘娘。莫教，你真聪明，无唔对，咱就是要去拜白娘娘。你有欢喜吗？有啊，真欢喜啊！阿弟啊，为什么每年食粽的时阵，你要带我来这拜拜？这一天是咧纪念白娘娘的日子，不过是对伊，也是对我，也是无教你，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阿弟啊，你哪里哭？哦，无啦，阿弟啊，哪有你咧哭咧哈？无教，你敢搁有忘记白娘娘吗？我常常忘记白娘娘呢。呀，伊拢甲你讲啥？好好的读书，有我阿弟啊！你真乖，我教你看。